部队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情况比较糟糕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刑警队顾队长。啊，知道知道。昨天已经接到通知了。现场保护的怎么样？室内现场保护的很好，除了我们的人，没人进去过。但是室外都踩烂了，夜里下雨。 干活了，是的。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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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……这是受害人的儿子，叫李高文，就是他报的案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！我求求你们了！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！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！同志。 死者叫林秀清，今天是他70岁的生日。死者当时在什么位置？就在这儿，床上。怎么死的？颈动脉被刺了3刀，失血过多。还有一些血迹从这儿延伸到这儿，又从这儿延伸到门口。量不大，垂直滴落，估计是从凶手的凶器或身上落下来的。说明凶手在行凶之后，在现场还走动过。 柜台和货架上都有被翻动的痕迹，劫财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仇杀的可能。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很有可能是单人作案。这么小的空间不可能超过两个人。知道往地上泼水，一个影子足迹都没找着吗？屋里一个都没有，碰巧昨天晚上下了场雨，屋外的足迹也完全被破坏了。致命伤是利器所伤，应该是刀子一类的，但是也没找到。指纹呢？凶手应该是戴手套作案。 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找到一枚有用的指纹，血迹已经去化验了，还没有结果。如果除了受害人没有其他的血迹，那我们就很难提取犯罪分子的血型了。有目击者吗？啊，刚才我到附近去走访一下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而且案发时间是在半夜，目击者不好找。现场非常干净，门是从里面锁上的，那出入道就应该是窗户，走的时候还没忘记把窗户关上。 说明他系是老练，应该是惯犯，要不就是蓄谋。你说呢，顾队？下面怎么查？怎么问我呀？还是勘察现场吧。 可是已经勘察2遍了，我们头发丝都没放过。结果呢？没什么结果。那就接着找，什么都没发现，不等于真的什么线索都没有。还要我重复顾队的话吗？明白。哦。 Thank you.
这个是我妈喂猫的盆儿。你妈养猫？都是些野猫，我妈可怜他们，就在这盆里放点水，放点吃的东西。交给你了，没吃早餐呢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哎，你等一下。怎么？你那个我只有2个小时，一会儿还要回队里去开会。那不是刚好送婷婷吗？我那意思是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放学呢？放学谁接婷婷啊？我今天2个手术呢，我肯定会比平时还要晚，我怎么接呀？行，那你去吧，我来安排。那我走了啊，走了啊。来，婷婷。去沙发那坐着去，爸爸给你接活的。爸爸电话。喂。啊，吴局已经到刑警队了。好，那我马上赶过去啊。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，好吧？啊。爸爸跟你商量事儿了，咱今天能不能不吃饸饹蛋？爸爸带你去吃豆浆油条，行不行？爸爸，我要吃荷包蛋。好，爸爸给你做。爸爸，还是喝大碗豆浆吧。好，大碗，想喝几碗喝几碗，行不行？咱吃完早饭就上学去，好不好？太早了吧？早点好。我们第一个到学校，老师看了也觉得婷婷爱学习，是不是？好吧。好，来，走。爸爸。啊。你身上好臭哎。开始吧。死者右侧颈动脉处共有3处锐器伤，直径为17毫米，深度为69毫米、74毫米和75毫米，伤口分布无规律，现场未发现凶器。案发现场为第一现场，经过受害人家属的确认，现场丢失了部分现金及高级香烟2条，总价值约600元左右。现场的血迹全部为受害人血迹，大家什么想法都说说吧，啊！几种情况：为情、为仇、为财。根据死者年龄和周围人的反应，情杀基本上可以排除。死者家庭和睦，邻里关系不错，仇杀的可能性也不高。目前看，最有可能就是谋财害命。现场有翻动的痕迹。但整体上还是比较整齐。
所以他知道自己要找什么，在哪儿找。我估计是熟人，要不就是之前踩过点儿。凶手作案之后无非是两种动作，要么跑，跑得越远越好，这往往是流窜犯；要么藏，藏得越深越好，这往往是本地人。我不担心他藏，我怕他跑。要是跑了，但愿他别跑太远。加派搜索力量，继续调查附近群众。适当扩大搜索范围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把握政策界限，该踩的一个都不能漏。整四斤，五块。老王，你帮我削一下。我的刀不好使，你还是回家削去吧。你把刀给我。你干嘛？你不帮我削，我自个儿削行吗？来来，把刀拿过来。还是我来吧。老王，你是不是特烦我们警察？没有没有。那怎么这两次我买水果，感觉你好像马上就要把我赶走？没有没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了解到什么线索不肯告诉我。趁你削菠萝这功夫，我跟你普普法吧。提供破案线索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可是有些群众会想，提供破案线索，万一我提供错了怎么办呀？这你放心，我们警察有辨别线索正确与否的能力和责任，绝不会随便冤枉一好人的。也有群众会害怕打击报复，这个也不用担心，保护提供线索的人也是我们警察。哎，老王，我这菠萝还要呢。可劝不能说是我说的。不但不说，还有奖励。谁呀？居委会的。柳泉在吗？你们干啥呀？柳泉不在。不在。嗯。进去。哎，柳泉不在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找柳泉。我哥不在。不在。不信你们可以进屋去看啊。柳泉真不在，真不在，真不在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啊！哎，撤撤撤撤！你的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妹妹。我们是居民委员会的。啊！去哪儿了你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麻烦你见着他，跟他说一下，我们来找过他，行吗？嗯。好吧。好。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好啊！哎，扣，坐。老胡，牛。顾队，柳泉家墙角挖出来的。这上面有血，赶紧给吴局打电话，弄清楚再打吧。先打吧，他比我们还着急呢，赶紧的。这顾明下手够麻利的呀，要不要跟石局打个招呼啊？不用，咱们啊等坐实了再上报。四月五号晚上你干嘛呢？我给你提个醒，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你干嘛去了？问你话。就在家呢。
哪儿也没去。那怎么有人看见你啊？啊？再给你提个醒，天亮的时候，我在你家外面看见你了，说你当时穿了一件灰色外套，上面还沾了很多血，怎么回事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那老王那是一色盲，他这西瓜红色混色他都不清楚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你的吗？政府，我有罪，我坦白，我就那天晚上半夜，然后蹬个三轮车去村里偷羊去了，就偷两只，回来天黑。把一捡破烂老头给撞了，看他伤的也不重了，就把他搁路边了。他就是腿受点伤，我那血就是那时候沾上的。羊我给卖了，卖了700多块钱，就在我家大衣柜后门放着呢。你不许逼住景清，交代你杀人的情。啥杀人啊？没杀人呢，这。我就是把老头给撞了，再说你没撞死，我啥时候杀人了？老头这腿受伤了，你妹那个！我再问你这个刀是怎么回事，听不懂吗？我问你这个刀是怎么回事，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那刀怎么回事？啊？现在物证我给你找了，是不是让我给你找人证啊？把刀拿过来，你把刀拿过来！我问你刀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刀上面的血怎么回事？换结果出来。在案里面说话，这刀上的血哪来的？这条刀上的血哪来的？这刀上血怎么进来的？说话，在案里哪来的？换结果出来了，刀上是羊血。那刀上杀羊的刀。记住，今后啊，情况落实了再报告。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切记不能病急乱投医。吴明啊，命案必破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不希望你光是嘴皮子上的功夫。破不了这案子，我回派出所。你回派出所？市局给的破案期限就一个月。吴局，我有个要求，能说吗？说。我想扩大调查范围，可现在人手它不够。再给你拨30个人，再也没有了。行。但是这30个人当中，有一个我要指明要求。谁呀？钟建敏。有句话，我可能不该说。你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？我感觉，您是心里有数，所以才让顾队打头阵的。我这么跟你说了吧，直觉告诉我，这案子并不简单。而且据我观察，柳泉没那么高智商，把这案子做得天衣无缝的。所以我抓他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这案子不是他干的。那顾明之所以挨板子，那是因为他太急于表现自己了。我那天提醒过他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个顾明啊，确实有点意思。本来办错事儿了吧，但是他借着这个机会向吴局要人，还把他最想要的那个人给弄过来了。
我，顾队，顾队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胡队让我们在这蹲守啊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有重大发现。小姐。哟，顾队。啊，怎么样了？乳突和基本文献都很清楚，很完整，可以做指纹比对了。小东，小东，你来。那个，现在指纹特征已经出来了，你马上带人去采集指纹，小卖部周围都要采到，不能漏掉一个人，好吧？现在，反正越快越好吧，你安排吧，行不？行。现在我问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积累的指纹到底有多少？15000左右吧。逐一比对需要多少时间？每一份都要比对啊，咱们可只能用肉眼看啊。每一份都要比对，因为现在这枚指纹是这个案子唯一突破口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剧组就这么几个人，要是按你说的没日没夜的干的话，怎么也得2-3个月吧。两三个月？哎，这还不算你新采集来的指纹啊。两三个月不行啊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加派人手，好吧？实在不行，我跟局里打报告，再调人。哎，那几个都过来，过来一下，来。哎哎，现在就开始啊？这天还没亮呢。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，我也参加，好吧？你不困呢，顾队。哎呀，齐大姐，你赶紧告诉我怎么比对吧，行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着啊。我真去不了。让你过去是顾明提出来的，吴局可都点头了。我就知道是这个顾明提的。哎，他就看不了我好是吧？你说他刚这么一走，我们能舒服几天？不用跟他整日整夜的熬案子。这个顾明，杜政委，说实话啊，就我这能耐，你这刑警队的事儿，我真干不了。可是目前那边最要紧，你还是考虑考虑。这顾明不管不顾，可您和吴局，总是通情达理的人吧？杜政委，我来跟老钟聊几句，行吗？行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怎么样？这一天没见着我，没想我呀？没有，反正我想你了。毕竟我们俩手拉手工作了3年。谁跟你手拉手啊？你不去办案子，你跑我这来干嘛呀？老钟，你得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刑警队。咱俩还像以前那样，我出去办案，你在后面管着事儿。啊，我在后面给你管的事儿，我就是在后面给你收拾这些烂摊子。哎，你也不问问我，我是不是自愿的呀？那你是自愿的吗？我不是。你看了我眼睛？你把我当犯人审啊？你没说真话。你不是自愿的，那我们俩一起破了那些案子，你那么高兴？老周，就1个月，我不多借，行吗？这是我上任以来的第一个案子，你得帮我迈过这坎儿。牛吹大了吧？后悔了吧？没吹牛。我也没后悔，我现在就是死活都要把这案子看下来，所以你必须得过来帮我。我说顾明，你有你的活，我有我的活，是吧？你就说出大天来，我也去不了。没得商量。没得商量。行吧。振阳，振阳，把包给我。不没得商量吗？反正啊，我已经跟那个吴局都打过保票，这案子要拿不下来，我就还回派出所跟你绑一块儿。到时候啊，你别怪我又弄得鸡飞狗跳了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不是耍无赖吗你啊？哎呀，辞职信我都写好了，与其让吴局撵我回来，
还不如我自个儿先回来。老钟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想我，不愿意跟我过去只干一个月，还是想让我回来呀，跟你朝夕相处。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睡会儿。你说你不考虑考虑我的情况是不是？我的实际困难。考虑怎么样了？一个月，最多一个月，您得保证我。到了一个月，您可得放我。你放心，你们两个老搭档在一起，我就踏实多了。啊，你让顾明多睡一会儿，我先走了。好，那您慢走啊。哎，小张，看好这门啊，谁也不想进来。哎，行了。觉睡得真好，回到所里就像回了家里似的。哎呀，一上任就碰上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，真要命。不怪你，满嘴跑火车，命案逼迫，这话是随便说的啊？你也不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要我送你几个字啊？俩字儿，不成熟；仨字儿，太不成熟。会数数吗？什么不成熟？我一直认为，这世界上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。开快点，开慢点，安全第一啊！来，我说你把安全带系上。快点，开快点。哎，慢点。我这到底听谁的呀？你说听谁的？听我的，你要让我来啊，连车带人都得听我的，慢点，快点，慢吞吞的。老刘，你就安心的治病啊，快点，快点，你们别管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，上。不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五个高烧，一个老警察心脏病，还有两个拉肚子。怎么搞的？加班加的呗，加上前几天住院的，减员不少了。哎，顾队到底把你盼来了。哎，你好，胡队。你好，辛苦啊。你要让我来啊，我就得给你提几个意见。走，老钟。就这说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啊！你得改变改变思维，改呀、啊，怎么改、啊？你整日整夜的熬，你能受得了？大家伙受得了吗？你把大家伙都累趴下了，谁来干活啊？那吴局长只给一个月期限，那不连轴转怎么办啊？所以啊，轮个班，让大家伙都休息休息。还有啊，得把食堂的伙食搞上去。我刚才在食堂我看了，那垃圾桶里啊剩的半盒半盒的饭菜，啊，这一是浪费粮食，二一个呢就证明大家伙没吃好啊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我不会管也管不好的地方，你来了不正好吗？所以后勤抓起来，那我就得发号施令。那是就让你发号施令的吗？首先需要轮班休息的。第一个就是你，我精神着呢。你少给我来劲！我刚睡好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就在沙发那么一会儿，
你就能当个借口，整日整夜的又得熬几天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你必须得休息。哎，海东，怎么样了？按你指示继续采集，已经扩大到相邻的几个区了。就按我们设定的范围，不要怕麻烦，不要留死角。采集来的那个指纹现在送过去了吗？没有，还有这个。结果出来没？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吧。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，这两天你熬坏了啊。这是城东派出所所长钟建敏，借调到我们这儿来。你好，刚提出来，那个要实行轮班制。轮班，那就先把那个小东给轮，先休息。可我这还得去技术组啊，我去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进组啊。你去，我不让你休息吗？休息。你不听我的。精神了。你不听我的，你就得吃苦。看出来了吧，那儿还是不一样。别着急啊。你这怎么样？哎呀，这队长哪儿来的？怎么跟疯子一样，都不让人睡觉。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啊。还有多少没比对完呢？还有8000多份吧，没有发现重要的疑点。那能不能抓紧时间，尽快全部比对完？顾队，我们可都是人呢，又没有电脑，全是靠肉眼在比对。陈晓东那边还不断的有新的指纹在增加，你不说给我们增加人手吗？你数数这屋里，有20个人吗？眼睛都快看瞎了。那个齐大姐，来。干嘛呀？知道这次你们确实辛苦了，再加把劲儿。只要把这案子破了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砸锅卖铁给你们技术组配一台电脑。哎，这可是你上任以来夸下的第二个海口了。第一个什么呀？命案必破。哎，胡队，我觉得像拘留所啊、看守所、监狱啊这些地方，不能忽略了。能不能派人再去找找线索？毕竟不能灯下黑，是吧？早就查过了。哦，我就这么个建议。能不能再去查查？毕竟那地方不再有新的犯人进来。那小东再去一趟吧，主要查一下。盗窃的、抢劫的，尤其是有前科的。胡队，胡队，南郊杀人案的那个受害者家属来了，就在大门口，可是他不进来。他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手里拎了一大堆东西，看上去还挺高兴。你吃，我去吃。来，还是我去。郭队长，我买了2瓶酒，还有水果，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不，你这不行，你听我说啊。哎呦，那个郭队长，你听我说，我都知道了。听说凶手抓到了，是不是？那个老李，只是一个嫌疑人。经过我们的这种询问，已经证实了，不是他。